第29题，下列何者质量最大？那我们看到选项中是1200个甲醇 CH3OH 分子，1200个非常少，这个是10的负几20几次方摩尔而已，所以它的质量一定非常的小，所以这就不用看了。那么 C 选项就是280克，那就没有问题。那么 B 选项180毫升的蒸馏水，水的密度是一，所以180毫升就是180公克。那么剩下的 A 叫做一摩尔的蔗糖分子，那么一摩尔的质量就等于其原子量或分子量，所以我们必须要去算算蔗糖的分子量。那么它有十二个碳，每个碳是十二，所以十二乘十二；还有22个氢，每个氢是一，所以22乘1；还有11个氧，每个氧是16，所以11乘以16。然后我们把原子量加起来，就是我们的分子量。这里是144，这里是22，这里是196。也就是166加上196，所以就会变成呢我们的362，所以呢这边会有362公克。那么因此我们最多的就是我们的 A。因此第29题问我们说下列何者质量最大，我们答案选的是 A 一摩尔的蔗糖 C12H22O11 分子。